我想哈，王必胜是一个，应该是在公领域表现得很杰出哈。那私领域的事情，我就不便多谈。那这样，衣服会的执行长因为私德的问题，您觉得他还适任吗？还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。在高端的混打，目前哈，我们当然没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出来。那我们持续跟美国来做相关的争取，在准备相关的资料向美国来提出。是不是昨天有跟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来见面？有，前两天他们就觉得，就是说，整体在疫苗施打的地方，中央跟地方怎么样能够合作得更好，所以晚上就见面，大家谈了一下，有谈到结 AZ 果有气打槽。AZ 没有气打槽，今天中午在第一天，我想那个数据还是稍微偏低，现在到达95%，所以没有什么气打槽。部长，我看到高端之下有意说要捐赠是哪一些国家，现在有这个初步规划？我想这个外交单位持续在沟通中。那美部国长，那给我跟们比较积极的回复了吗？高端的部还没有，还没有。部长，那跟跟柯文哲谈完之后，就是有结果吗？就是这个医疗量能到底有没有提升？相谈甚欢了哈，台北市的医疗量能是没有问题的哈。像我今天早上去花博也看了一下哈，也进行得很顺畅。